是不是有事瞒我呀？真的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爱你，我喜欢你。所以你别担心，我不会跑的。我是真的有事要办，所以你先替我去看看爸爸。 你尽快回来啊，小希。我在哪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梁文凯，你还是这么令人作呕。但是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。二位，请慢用。 吃吧，菜一会儿凉了。这是你最喜欢的酒。
饭也吃完了，酒也续完了，我可以走了。谢，你变了。好啊。所以结束了，我可以走了。下了药了，你别想再跑了，谁也救不了你。为什么呀？不同意就不同意嘛，为什么干什么就？王希文呢、啊？你才多大呀？这个人你看明白了没有？文凯还在这里，能不能有点礼貌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文凯还在这里，你能不能有点礼貌？什么礼貌不礼貌的？我也是男人呢、啊，男人看男人是最准的了。你，哎呀，你就相信爸爸，他不行、啊。知道些什么呀？我知道些什么？我他妈跑船跑了大半辈子，全世界我走了三分之二了，我不知道什么，我什么人没看过呀？我今天不就是为了你吗？这小子是不是高中的时候就犯过事？要不是他家里有关系的话，他现在还坐在牢里吃饭呢。文凯已经跟我解释过了，那都是误会，是那女孩想讹他们家的钱。你不要现在来给我摆一副父亲的架子好不好？我今天只是出于礼节跟礼貌，我才带他回来见你的。不管你今天同意还是不同意，那你还来问我干什么？王和平，20年了，我就结婚了20次。所以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
我的玩具丢了。来，我们就编个挂网，像那样的啊，我们把玩具挂上去。水手结啊，是世界上最牢固的结。你想想看，当船在茫茫的大海上行驶啊，水手们会把网当成攀登的阶梯。比如说，如果不牢固的话，人是会掉下来的。那我解不开了怎么办？我还想把它们都打开。别哭，别不哭，可以解开，可以解开。爸爸教你怎么解开啊？你看，这样就打开了。小希，你都把我弄受伤了，我怎么感觉更喜欢你？小姐，先生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？没有，谢谢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宝贝，这是我们的秘密哦。来，我们拉钩。哎哎哎！我总以为是我独自在面对一切，解决一切，但我忽略的是，其实他一直在默默守护着我。
现在到哪儿了？没关系，快到了。以后，我再也不是一个人了。我们楼上说吧。看起来怎么样？不疼，手腕上的伤。嗯，没什么。哎，让我看看。哦，都说你没事了。都这么严重了？真的没事，没关系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没那么紧。你干什么？感觉这么容易弄脏。你别跑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怎么能这样？你敢抢我棍子？你欺负谁呢？你怎么这么莫名其妙的？冷静，放轻松。你干什么？没事。
老板。哎，你好。我车没油了，您这儿有吗？自驾用的行吗？麻烦了。125。有一些美好画面会超越时间，有一些相遇会让命运重新装点，新诗篇里的每个晴天，用微笑与信念去迎接。凋零的花朵曾经治愈了世界，种种机遇或许是在为某人铺垫，距离下一次欢喜却远，还需要经历什么蜕变？夜色灯火耀眼，纷乱却让我不想眨眼，在你的余温熄灭之前，坐在我灯火耀眼，纷乱却让我不想眨眼，在你的余温熄灭之前，坐在我的旁边，总有些爱情不会变迁，给你的礼物装满誓言。之前